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，今年83岁，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-19 疫苗哦。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，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，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者陪同哦。到了打疫苗的地方，会有医生为你评估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请教医生哦。卷起袖子打完疫苗，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，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，才可以回家休息哦。回家后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，多休息，多喝水。如果身体有不舒服，就像一直发烧超过48小时，还有呼吸困难，有晕眩，心脏跳得很快，还有全身红疹等等，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哦。我是陈淑芳，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接种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
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照顾的压力，让植物人的家摇摇欲坠。要给植物人一个安稳的家，需要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忙。每逢10一起守护植物人的家，支持创世植物人一日安养1650，让爱一路有你，拯救植物人，不能缺您这一块。1650，一路有你。